誰だって可愛く変わりたいんだ。知らない顔しても意識し合ってる。嗨，大家好，我是飘飘，我又要出门了。但是今天我没有带芋头，也没有带妈妈，因为我今天呢跟一个朋友有一个约会。我们等一下再见啦。很久没有坐地铁了，然后地铁也坐错站了，坐过了，现在又绕回去，可能要让人家等一下了。Later。来杯咖啡。烧肉屋烧肉洞，我现在跟我朋友已经碰头了，我们找了一家店吃点东西。好，我们现在要来吃东西啦。好，我已经跟我的朋友见面了。我是乙棒，是在上海工作的台湾人。对，她是台湾女生。那我今天来跟她吃这个冻饭。对，这边 我吃的是还那个时盛的那个冻饭。我这个是牛肉冻饭。我们要开动啦！我们这一份多少钱？六十八一份，我们两个人好136块的一个。它东西还蛮多的，是一个套餐，一个套餐。哇，然后还有好好吃哦，一碗汤，然后还有泡菜，然后还有一个温泉蛋。李梦呢，已经在上海，第十年居住了第十年了，对的，那她也是一位妈妈，她的小孩子比我们家芋头大一点点，大一岁好像。对，大一岁啊。但是她的小孩子没有在上海受教育哦，她一直还是放在台湾她爸爸妈妈那边。对，在宜兰。啊，对，宜兰我上次去过，很漂亮，非常好玩。我下次还要。你要去礁溪泡温泉啊？我家就在礁溪。我上次就去礁溪了呀，就温泉浴啊。哦，完了，那个完了。很好玩，还有龙潭湖可以去。嗯，那个没有，还没有。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大碗宫那个溜滑梯，嗯，很值得去。下次有机会再去。对，小朋友很喜欢。嗯，那你就是你儿子啊，你在这边工作吧？那你儿子干嘛还要放在台湾？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话，对小朋友有很多补助，少子化嘛。对。然后，可能会补助10000多吧，就是等于说先缴，然后到时候。他会退给你这样，嗯，然后平均下来好像一个月只要200多台币，很划算。就我们家那边，是妇幼，就是国小的妇幼。国小妇幼，哎，那你这很划算。对，就我觉得很省，然后就是4个老师，加一个主办阿姨5个人嘛，然后一个班级才15个人混龄的，所以就 VIP 服务。而且就是我觉得，像我儿子也在那边念了1年的嘛，然后呢，主要是觉得你不觉得他们那边就是台湾学的东西比较多元，比较丰富？对，就是手做挺多的，像他们会让他们去动手做一些米果啊，还是什么，就是很注重手做的，对吧？然后所以儿子回家也会比较主动去洗衣服啊什么的，因为他还很小。5岁多，快6岁，可是就是会感觉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就培养他的懂事、自立性、自立这方面就特别好。然后还有那个啦，像我儿子经历过那个哈，就是2个比较大的节日嘛，一个就是圣诞节，还有一个万圣节，那边都有，那边都会搞活动。然后主要是现在上海好像学校里都没有这些。对，这边好像。比较没有，现在都没有，对，外的这些活动都没有。而且我觉得台湾的老师都很温柔，很有耐心。对的，对，对的。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啊？我一个月要待一个月，下个月中旬20几号就回去了，因为我儿子那个了，要上学。他因为私立嘛，没有寒暑假。就是好不容易请了一个月的假，哇，真的是很想家吧？你应该很久没回来，还好，对，1年没有回来，1年没有回来。还有
一个台湾媳妇新人，你认识？嗯，我也有他微信啊。我认识他老公，因为我们之前在一个台湾美食的分享群认识的。他老公很会做饭。对，他老公二哥嘛，他一直是二哥。是二哥，好像在台中开那个拉面店。好，我下次回去我要去捧场。下次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一起去找他。好。别太认识新人。对，好巧，世界很小。对的，你说世界很大，其实有时候世界也很小。对。其实我们两个也是啊，也是在那个两岸群。对，两岸群认识的。对，然后就比较合得来，所以就比较好的朋友。对，很久没见了，很久没有见了。那因为以梦呢，在上海也已经那么多年了哈。对。然后呢，他可能就对这么多年以来上海的他身边朋友的这个薪水有一定的了解。那我们让他来说说看，他朋友大约现在每个月在上海的话大约薪水是多少？就是一般的话，可能大概落在七八千人民币吧。然后如果一万多的话，可能就是一定是要管理职，就是可能也会经常出差，就是比较多的话，可能就是责任越多。如果要一万五、两万的那种，都是非常就是高阶的，比如说就是主管那个。一般的话，普通的打工人就是七八千、一万，或者是税后，都是税后。税后哈，对。然后这边租房的话，大概最便宜就要三千，因为如果你是三千以下那种都很好。三千，而且还是很小的那种一房的。对，如果你要好的，一定都要四五千。因为他现在就住在市中心嘛。对，就是有也不便宜。就是，所以在上海压力还是很大。在内地很卷，很卷，很卷，就是很比，就是很卷。卷的意思就是很拼。对，很拼，对，每个人都很拼，就很内卷。对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不像我们小孩子，还是放在台湾会比较好。对，我希望我的小孩能够快乐的长大，就是有个快乐的童年，然后可能以后长大的时候，他就比较不会感受到那么多压力。我不希望他这边很多压力，因为这边小孩比来比去，从很小就要幼儿园就很多功课哦，因为会要去补习啊，还有什么锻炼啊，各种才艺啊。对他除了上课以外，还要给他很多才艺。我经常说。真的有很多朋友是这样，什么输在起跑线，我想说他跑得好累，你不觉得吗？是的，是的。如果他现在跑都跑不动了，那他以后我感觉他都不想，就是你一直逼他去成长，他以后就不想成长。对啊，是啊。你看他这个洗手，他这个是戴森的，戴森。这边是前滩太古里，然后呢这边也有一个鸟屋书店，桃园也有一个嘛，鸟屋书店。好，这边飘飘，我问你哦，呼领子是什么意思啊？呼领子哦，呼领子，呼领子就是暗示的意思。暗示的、哦、比如说我想喝奶茶，你给我买，那怎么说？我想喝奶茶，能帮我买？就是能喝领子帮我。那还有什么上海话？你教我几句吗？你想学什么？你先教我们，觉得骂人啊、哦？不行啊，骂人吧，就是蹭哪。侬这啥水滴是什么意思啊？你个十三点，侬这啥水滴？这在上海是很不好听的意思吗？还好吧，还好啊，十三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听的。那是我第一个认识的上海朋友教我的，很久以前。上海话多少钱？是不是叫几滴呀、啊？对呀、啊，你说的很好，几滴。那我记得贵是叫老举啊，老举。然后便宜就是便宜，老便宜啊，老便宜。很有趣，你上海话讲得很不错啊。来这么久了，肯定要听得懂呀。来十年了。对。那、你来上海这么久了哟。对，我觉得上海也很进步。黄跟小李不错。你问我还是蛮喜欢上海。
就这边很多展啊，很便利啊，主要是因为很方便的，很方便的啊。跟台北蛮像，是挺像台北，我就觉得，就是扩大版的，对。交通就地铁嘛，就地铁四通八达，就是主要的展啊活动都是在市中心，市中心这一块，如果去郊区肯定是就没那么方便。那我就住郊区啊，就没有那么方便。他住市中心，我住市中心，所以就是对买东西啊什么都很方便。对，它有一家 Apple Rose， 好像是喝饮料的，喝饮料的。这朵玫瑰花很漂亮，下次来吃。Hello， 大家。Hello。那我们逛了差不多了哈，总共也要回去休息了。是，明天还要上班。对，那就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面吧。拜拜。拜拜。